龙盖先大台语，龙盖龙盖，比可比可比，三环三将交通网，请问全世界上长的车是什么车？火车？唔对，是塔车。塔，台北市即马市民最有感的，就是塔车，塔个起飞了，可比借出着交通的 CP 啊！要求警察赶紧去罗手徛工，必须回到。最近来交枪，最近来交枪。无解着伊，讲甲惊死人，做甲笑死人的个。刷落伊讲安那，我若甲开除几个啊局长吼，我看大家慢慢就会来改善啦。即句话一个传出去，咱可爱的乡民，大家伫网络就讨论咯。啊，那安尼是真无尊重这个局长哦。我甲恁讲。阮隔壁迄个阿嬷咧甲我讲，听较慢咧啦。破茶唔捌茶粉，你着破甲大开盆啦。何必啊？你敢唔知呢？车的族群，因是咧佚佗脚踏车，你教阮每一日骑乌毒的。我咧上下班，就爱饲爸、饲囝、饲母、饲某，哈，还是无同款的族群呢？你来建造脚踏车的专用道，你等于剥削阮这个骑乌托邦的专用权。来，我的用路权，你拢还剥削去了。人得讲啦，未娶某唔通笑人的某搞走，未生囝唔通笑人的囝搞好啦。可悲啊，可悲！两届啊，送你一贴药丸。人讲吃着药，青草吃一叶；吃唔着药，人参爱吃一少。你只要甲三环三将，骑脚踏车的纳凉的专用刀。甲改造机车的专用道，那呢台北市塞车的病症，自然就药到病毒咯。